犯罪嘅集團咧個手法咧相對較為罕見嘅。咁我哋發現到咧，本地嘅黑社會集團咧，就聯同一啲內地嘅犯罪嘅分子咧，一齊喺香港度犯案。咁啊，本地嘅黑社會集團咧，喺一啲不法嘅渠道裏面咧，去獲取一啲信用卡嘅資料。咁啊，隨後將呢啲資料咧套上呢啲白卡呢度，製成一啲假嘅信用卡，之後就交俾一啲內地嘅犯罪集團去一啲商鋪度，特別係一啲合謀咗嘅商鋪咧去碌卡嘅。咁其後咧，呢啲合謀嘅商鋪咧，亦都會獲得我哋所謂嘅回佣啦，包括可能係一啲手袋啦、首飾啦、名錶啦等等。今次行動裡面咧，亦都檢獲咗總共22張假嘅信用卡，包括兩張嘅白卡，俗稱嘅白卡，即係咧冇任何印記嘅膠卡，去用嚟製作一啲較為精細嘅假信用卡㗎。